李草薇。嗯，怎么有两个怀瑾？丢死人了！我必须得死啊！我经历了那么多次轮回，前后发生的事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薇姐姐，怀碧，你终于记起我来了！一起看个月亮呗。这哪有月亮？我就是你的月亮。你快走吧。哎哎哎！他就是个花瓶，他除了长得帅，他还有什么呀？他有钱。而且他还是世子，妻子呢？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个摆设。像你这么傻，做个摆设正合适。我跟你说，你迟早都会爱上我的。你当时追我的时候，可比我现在恶心多了。亲一下，我喜欢你。你不喜欢李采薇都能娶她，怎么就不能接受我呢？你错了，我喜欢李采薇。本世子什么都不怕，只要爷的世子妃开心就好。每人各打30大板，一板都不能少。他的板子我挨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如果不行，我会为你再死一次。我必须要娶你。这是我母亲赠予我的平安扣，她跟我说，以后你遇到了心爱的人，便送给他。现在我送给你。嗯，好。你都不感动的吗？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